论剑大阵，稳定敌人，用以对抗严红大阵。此时福建九品红勇，可是辽宁保守，一度挥杆挥腰，中天之刃。财物财平，论剑海之阵，可能轻松升级吧。 杨红，功力不能助人，众人安全，万不惊扰。是幻想天出来的。攻击杨红，尽量使用你小气。好。 红砖天贵，改变不了战局。今何方？你的对手会是本王呢？只闻一闻之意，待得一片狼洞，正见连天红辉，有万红势状，闻声便都起来。 将海市毁灭，由此开端。好，哦，红山以下毒，即将最后一个天收入。 外面来推荐进苍狼，看来有人要来挑战新论剑海有威灵了。请两位家将先进王之丸，太小妹完成最后一道听书，需要编制。三妹小心，为金一生火王之丸。先生最后一枪，好。 关心，你可以记得将香港拍开了。哦哦哦！紧张紧张，我有香港解放，二零进校，你二公重重的脆弱汉，中部何定变数，你懂来？ 为探清德先移送苏焕金，以红过来去照顾英雄，何多天心何为？两人将会走过什么样的危机？论剑大雄，相逢结识，冠秀天定人如何扭转了势？到底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暴力戏，霹雳开天之际创新篇第九章，霹雳英雄。